下爬不起来呀、啊。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来，把气都吸走，准备受伤。有一个人的眼睛受伤了。谁？有一个人的眼睛受伤，在那边休息。眼睛受伤的没有？来，刚刚有没有人受伤的？刚刚有没有人受伤？然后先出来，没受伤。目前警察已经放人了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原本要抢的。行政的出面解决。行政的出面解决。华龙破产。华龙破产。劳工受害。劳工受害。政府翻修。政府翻修。行政院出面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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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之前的那几次来到行政院，我们今天一样回到行政院，我们一样跟着你在这里发生冲突，但是行政院没有回应。他是在爆发刚才的冲突之后，他有没有要改变他的领情权益的部分？上面的工人不要站在人行道上面，全部到中间这边来。都到中间来，都到中间来，都到中间来。Yeah.
了到现在，我们欢迎张老师。哦，大领导活动啊！大家好，我想多怎么想干嘛呀？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用啊，对不对？对，真的要是应该你们要每一家能够拿到你们应该拿的钱，好好过日子，对不对？对。对，靠近一点。好。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没有来到现场，或者是来到现场，心里都很难过。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都有限，不知道到底能够做到什么，但是请你们知道，很多人关心你们，包括很多的导演朋友，现在大家都在拍片很忙，没有能够来到现场，等一下还是有导演会赶来，哦，很多人关心你们，哦，谢谢谢谢谢谢。我也想，因为我拍过波利斯大人，所以我真的知道警察们也是很为难，也是很辛苦。我们也谢谢他们今天有一点温柔，好吗？好，谢谢，谢谢警察。他们也很无奈啊，到底这些主管的人在哪里？为什么会拿这一件事情没有办法？我有的时候在想，有些人好像就是。不够啊，他如果他只有四亿元，三亿元还给你们，他一个人留一亿元，够不够啊？够，够不够啊？够。哈，我们也给他祝福吧，好不好？他怎么睡得着觉啊？哈，真的是心里也很难过，但是大家，我知道我说这些话都没有用，但是真的，请你们勇敢，很多人关心你们。加油加油，谢谢，谢谢王导演，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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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妈妈怎么一天到晚不在家哦？或者是想说很高兴妈妈都不在家。好，在苗栗来参与抗争，我们欢迎他，再请他讲一下。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支持自己父母应得的东西是很重要，而且家人的支持对他们来说，他们会更多加一点力量。然后虽然没有每场都可以到，可是我在家里又默默在帮忙这样，就是希望大家回去可以跟自己的小孩多沟通啊，然后多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那大家加油，谢谢，谢谢我的女儿，对我帮助很多。声援的这些年轻朋友，我们也请他都讲一下，张继勋讲一两句啊，也可以讲他自己，如果来自什么团体的话，可以顺便讲他自己来自什么团体啊。我们首先先欢迎旁边这位自然卷的同学。大家好，我头发自然卷，然后今天辛苦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应得的东西，大家应该要努力去争取。如果沉默的话，只会让这些恶人。得逞而已，这样啊，大家今天大家辛苦了。大家好，我来自宜兰，我叫小新。邪恶的盛行就是善良者的沉默。政治是政治里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冷漠，我们一定要站出来。谢谢。
大家好，我叫许立。我觉得工会现在应该是拿到退休金，在家里休息的状况。为什么这个下雨天还需要各位出来抗争？这是个不公不义的社会，这个立出一口的社会，我们一定要打破它。大家好，我叫邵文佑，我们是学生，我今天翘课过来的。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如果不站出来的话，总是这些老年长辈们在拼。这么下着雨，还在跟我们站在一起，你们讨回的不是不公不义的事情，你们是讨回你们应该得的。我觉得这个政府还有听见吗？他没有听见，我们来几次了？对，他当做什么？他当做耳边风。你们在这边跟我们抗争，你觉得有用吗？没有用的，所以大家不要放弃，坚持下去。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会跟我们一样站出来的，声援你们。好，大家加油！各位长辈们辛苦了，我叫逸轩，我来自宜兰。那今天其实真的很不舍得，因为我父亲在以前的时候也是因为公司的恶意倒闭，然后家里负债了一大笔钱，然后名字还拿去被人家当人头，结果因为这样子，我爸就每天这样很操劳工作，就到最后生病，在民国98年的时候过世了。到了最近我们家才刚把钱还完。看到你们这些长辈，我真的很舍不得。我觉得如果年轻人这时候不站出来，说真的，以后我们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帮我们讲话。所以今天我跟我朋友们站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你们真的辛苦了，谢谢。大家好，我来自反南铁东移的学生团体，然后今天上来也是为了支持大家，因为在南铁也是有一群老人，然后他们在老年的时候不想就是被政府接受了一份拆迁令，然后也跟大家一样必须老的时候再一起站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会对这些老人那么残忍，那实在太可恶了，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把这政府给拆掉。没有啊，好，上面起来喊喊口号，华龙之交会加油，华龙之交会加油，华龙破产，政府帮凶，劳工受害，政府何在？好，那我们请这几位亲朋好友可以先下去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谢谢帮忙我们这群老人哦，不然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谢谢大家。依我们要求，这一话出来还有5分钟，对不对？对。他如果不出来，我们还有下一波的行动。我们在喊两次口号，这一话出来。协议书呢？大张那一张。大张协议书在哪里？再讲一下哈，因为怕说有些是新来的媒体哈。这个协议书哈，我们为什么要签这个？让那个江奎签这个协议书呢？就是当时我们的资方哈，就像我们劳工要退休退职的时候，就要跟资方签这个那个延迟给付协议书哈，就是3年以后他才要付钱，然后分20期，一般都是分20期啦。如果你是老年给付的话，就只要等1年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个人都有签了这个延迟给付的退休金协议书哈，但是从92年之后的每一个人哈，退休退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拿到1毛钱哈。那今天我们就让江奎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华龙劳工的
辛苦哈，他不是光只有看见台湾，他也要看见辛苦的台湾的劳工哈。我们台湾能够经济起飞的话，也是靠我们这些劳工哈。他不要忘记我们这些劳工哈，他不要在他的位置上坐得很舒服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有这个延迟给付协议书的签订，因为他让我们这些人哈，十年哈，我们这到十年都没有领到半毛钱，可是他这个对这个同学哈，声援我们自救会的孙志宇同学哈，办得非常的快哈，不到一个月啊，这就突然要罚款5000块哈。我们也希望哈，姜奎以这种魄力哈，来那个申办那个资方哈，让资方在一个月之内哈，还我们退休金，好不好？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让他出来签这个延迟给付协议书的目的，就这样子，让他体验劳工一下。我叫杨成妹，我今天也很无奈跑到来这边来要讨钱呐、啊。我希望那个我们的江宜发先生呢，也能够出了面帮我们解决。资方一直躲，啊，你们政府就一直包覆他们，让我们这些工人啊，拿一点钱都拿不到。那么我们是丢下了所有的家里的事情都，还有下雨天跑到来这边呐、啊。我希望呢，各面媒体也给我多多报道，给我们多支持一下，让我们的员工呢能够得到好的回应。谢谢各位。好，还有没有叔叔阿姨要讲一下？这边有一个我们的员工啊，你看他这么老了，还要带孙，应该是孙子吧？孙子过来。对啊，要带孙子，你看多么可怜啊！你看。他还有孙子可以带，我还没有孙子可以带，我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啊！啊，请他帮我们讲一下啊！对呀，这么老了要带孙子，没有带孙子就没带。做得很辛苦，做到十年前都没有还。啊，那今天没办法，因为你没有带孙子过来，对不对？那我们要靠，对呀，要靠带孙子才可以饭吃。对呀，所以说你这么大年纪这么大的要带孙子，今天你看要靠年轻人吃饭，所以我只好都带过了，不然好真的要怎么办？没饭吃啊，哦，所以那我也不知道怎么。阿嬷辛苦，对呀、啊，来跟他鼓励一下。好，大家给他加油一下，大家每个都很辛苦，还有谁要发言的？真的不想带，没办法，你只能带出来呀、啊。辛苦了，所以我们要加油加油，争取自己的退休金、退职金。好，还有叔叔阿姨要出来发言。挤的时候，希望那个男孩子往前，啊，男孩子不要撞，往前，好不好？啊，大家团结一下，好、啊，我们自救会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